我们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，岛内一小撮台独顽固分子独心不死，不断地变换手法、谋独滋事，这些冒险行径只会不断地撕裂台湾社会，加剧两岸关系动荡不安，把台湾推向危险的境地，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。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保持高度的警惕，以实际行动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图谋。为了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，我们绝不会坐视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，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予以反制。